之后死的差不多了，就那波冲家门口那波，对面在我们家门口交了一个声音大，交了一个核爆。沈阳的，阿努比斯，阿努比斯，谁别拉我一下？他们压家的时候，那我可以组织一波反打，因为他们大多时间都已经过了，他们还在家门口。结果盔甲也没拆掉，我星星也没打死。要打在内吧，还是开始开轮换？哦，我拉错人了。那一波有点伤，那一波都一丝血，那几下一丝。那个我们要不然打两把，然后轮换一下。轮换可以轮换。可以换一下了。复盘到时候再看看吧，刚才都应该都录下来了。啊，我觉得还行，我觉得。第一把嘛，这他们好歹也是阿努比斯，是不是山寨？你是不是打那个大锤什么的？啊、星星一般。哦，开玩笑的。阿努加他不打，他今天不打，我想起来了。哦，他不打，哦，那就先不换，那就原谅会儿，接着打。那咱们就这样，然后你们换一下位置或是怎么样的？那其他位置可以随便换换。那个谁，皮卡丘要不要上来来两把？那我呢？我来一把吧。啊，你是哪个？我来一把吧。我是林一豪。好好好，一豪，那跟那个谁，马斯克换一下。我皮卡丘跟我换一下吧。可以。跟他们打一下。哎，多轮换一下嘛。稍微轮换一下，然后打两把，咱们再换皮卡丘和。重点。毛问题。重点就是那。毛问题。然后。光大都打过了吗？没打过啊，大刀。要不要打光？先换人，先让他换完人。这把图打完再说下一把吧，就先打这图。这图还是个放狗图感觉。啊，不喜欢打这个图，太久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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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行？开吧，开吧，开吧。我想打弩吧。啊，妈的，神兵！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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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拿啥呢？我觉得是一把长枪，一个圆。那就狙击阵，两把狙，一个和尚配一个天使，然后两个跳，也是可以啊。啊？他们配两个跳狗团。他们那个，他们说要换一下那个就边。他们要后那个什么，然后什么啊，这个 swap team after a match， 哎，对不起，那我用一个非常傻的方法，我找不着有一个选项，我把每个人都换一下，那你换的是蛮快的。我真的没想象，没找着，我就用这种比较那个什么的话。那牙齿速好快呀、啊，肯定是练过的。不好意思。所以是有聊天 DC 吗？对面那个人还在，肯定带铁拳的，我觉得。什么？对面那个人还在，肯定带铁拳的。嗯。他也想念星星啊，可以。那个Saber 和 Kara， 那我们去上面那块，上面那块说一下，好吧？上面那个频道真的。Ready for battle。
attackers incoming in 30 seconds.我觉得咱们自闭感觉好蠢啊，就上来看看呗。你能不能把那个卡亚移上来？什么叫移上？他得自己进来，我不能移他。他是不是不在？睡着了，他可能在直播。看一看吧，这个普天同庆这个人有东西。大哥，这个铁拳有东西。这是他们的 C， 这他们的主 C。我就说他们把那个五百强的 C 给换下了，换了一个他，我感觉可。再这么耗下去要出事了，跳了。直接传走，卧槽，对面这个。有点意思啊，人家。但是没吃掉人啊，他们这波我们把点站住了，他们，哎，这个罩子不应该叫。他们要把第一个点放了，哎，我感觉他的猴还是稍微差一点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就没说嘛，这个无所谓。但其实他，我感觉他打的大锤挺好的。嘿，疯狗找我了，这。The cycle greetings. Open your mind. 那下把轮换疯狗吧，我感觉。你觉得呢？再打两把吧，那个小人那句大哥就让人家打一把死了，而且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我没有那个皮卡丘，感觉可能要哭。那个孙狗可以打个副坦，下个版本，下个图我们打王妹的话。啊，这点你了人！这边这是放点，我不懂。不要去跳台子上杀他踩点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一个杀一个就行了。结果锤妹啊哥。直布罗陀最后一波进攻就激活，不是最后一波防守就是激活，我说啊，最后一波激活出问题了，然后硬生生打了个大出来了，他直布罗陀一点进攻，那个小子没死，没打了个，哎呀不行啊，这个渣男菜有点多，谁啊，这个一号是吧，没办法，没事，先打着。对，先打牛皮。他们财主直布罗陀明显双坦之间协同都有问题。那个坦，咱们是那个就是拉过来救火队员。对，我说最基本的协同都没有。哎，这个核弹可以核人了，但是。哇！激活，一定要激活。后面呢？小锤这英雄开大，起火一旦失误一次的话，立马就杀掉人了。本来只想录他们队员这个交流语音的来着。下把刀吧，下把技术刀如果砍不出东西，我感觉可能只有Ghost打。那行，那我们一会儿还是回去吧，看完这局就回去。这局可以稍微说一下，就是。就主坦副坦一定要有协同，算吧，不要干扰他们，就是让他们自己发现吧，李玉肯定他也能知道，他是他一直打你吧。我在那频道里面我也不说话，我只是录他们交流的语音而已。没办法，这个我感觉这个就硬跳吗，跳到有点远了，其实就跳在奥利莎顿前面就行，跳在这个B点这个口这儿，我感觉这个激素浇的有待商榷啊，这个不打激素刀吗，没有防御技能，没有防御技能，我感觉肯定要打激素刀啊，
我感觉换位置玩，好像还真不太行，没有第一波两耳通那个。那没办法，那纯粹是分数问题，这个没办法，就是试什么大家都试。就分数问题，对分数问题，这没办法，没事。哦，这激素很快，这激素很快，下波激素又来了。这波激素刀配上星星跳，星星有大，这波是最强一波。他们这边有核爆加 bungle 加这个大，还有。别急别急，那波他们不急，把这个小奥特。实在不行可以起个法师，看最后实在不行。那只能李玉玩法师了。李玉真什么都能玩吗？这波激素刀是最强的一波。但我觉得我们来了，哎。对啊，这被安排了，那铁神两个控，不是这波肯定能打赢，但是他把剩两控，小神剑状态想让铁神，你告诉我他怎么打的？这个剩是怎么回事？我操！他想挑剩保人强打一波，结果还是金条平吃到了。我感觉他们应该怎么打？应该先让猴子跳低，就是让猴去吸一波火力，然后这波激素刀直接跟猴一块跳进去。他这个什么伤害啊？蓝线一拳能直接把急速秒了吗？没有蓝线啊，他有那个 bungle， 还有 bungle， 不是有 bungle， 有那个奥丽莎的大增幅。他蓝线一锤，直接把那个我再加近聊，直接一锤给锤死，那真没办法。龙，想想怎么打？跳，哎，不能乱跳。哎，可以，这波赶紧把铁拳抓了。哎，能炸死人吗？这一只光处理不掉了。啊，那也没有。我跟你说了，就刚才最强那波打不进，要换构思或者。我觉得实在不行，大熊防卫把近板。前面吃了，然后输出就打大招流嘛，讲道理啊，小锤加大没有防御技能，就打大招流，激素刀加龙息。对，大天门卫吃前排，然后跟机趁机去烧安娜，就我估计就差不多。他的信息目标很明确，换人吧，就感觉换人换的这个代价太大，能把对面辅助换了，但自己这边要掉两三个。太好打了，别还行吧？是，我的发这铁拳，这什么鬼啊？这东西，这个铁拳是谁啊？他单挑挑不赢，铁拳半大单挑挑不赢，这个你管他是谁，单挑都挑不赢。这一只光加强这个火箭，主要这一只光自己也能做个伤害。我跟你说，他们跳这个一旦他们没有注意这一只光，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毛妹，一百能量毛妹来了。但是安娜死了，找目标。辅助。猴掉了，猴掉了，砸不了，砸不了。最后一波，哎呀，意图是好的，核弹逼位置，激素刀砍没砍出来，那没办法。这个图我跟你说，必须对面这个图一定要打这个很恶心这个阵容，要不就打 Ghost 莽进去，这 Ghost 比较好莽。但是我没有专职小锤，那个小我们小锤和 DJ 都就没有一个专门打这个打非常好的。对面两个辅助，对面两个辅助都是玩全面起家的。对面那个发涛这个人，感觉就是专门打这个。我看了他生涯只玩小锤。对，他就专门打不是那个主奶，那个主奶是从3000分玩小锤上到现在的。嗯。他安娜是后面他三个赛季4000分，在4000分出头摩擦，他从3000分用小锤上到3800，然后又用小锤上到4000分，等于呢。用了三个赛季，他这种玩小锤的，我跟你说，一定就很会打 GOAT。对，就感觉团队意识就很好。嗯、就你刚才看直布罗陀，直布罗陀问题在哪？第一个前排前后，可以拿新英雄，他们没想试新英雄，不过 OD 也不让上，否则刚才那个图拿新英雄，我觉得还可以。
mask 安娜，不是，然后 mask 打安娜，就 mask 这是个强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个强点。那个普天同庆不顺眼，而且他基本上就是他去切小洛安娜，其实那个。那个铁拳他要花费很多心思的，他要花很多事的。而且上一把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的副奶，其实是基本上他虽然拿个小锤，但他很少保安娜，他保的不多，但是马斯还是要干，他不需要管这个。对，因为上安娜对面也没有刻意去针对安娜，对面也没有刻意，他们只是就单纯的双闪集火做到比我们好得多，就是去一起去跳狙，一起去吃毛的人，他没有刻意去针对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个肯定的。这上局怎么回点啊？这怎么让 D1 回这点？难死了！这完全靠个人发挥，你的现在感觉。刚才那枪没打中天使，这波就出事了。这个没这他没狙掉这俩就要出事了。这打是啥时候？怎么打了这局？我们下把要 C 亚分配一下，就是。C 亚的 C 我感觉啊 ，C 亚的狙明显要强其他一个强度，他玩其他的。对。他让他不要跟 ID 两个人同时玩 C， 你懂吧？让 CR 和孙狗一起玩。那就不要让他俩同时上线。那你们 C 有能换的吗？就有有有，我们有四个 C， 还有一个孙狗，孙狗也是打 Flex 的，对吧？是吧？孙狗是能掏裂空，然后这个李煜就能掏原氏。对对对，我们是有人。孙狗能拿毛妹。孙狗的双狗要给 ID 强。CR 和 ID 两个人同时打 C 就行，他们两个人有点冲突。我操，这什么枪？这个真的累了，不是刚打原氏，我觉得还不够。我要的另一个是会狂损半藏法器之类的。现在这边唯一的隐患就是，哦，这边没有激素刀，但是有蓝线刀，那还可以，那还可以，那不一定特别大。但是你不能让 C 亚全程的就靠 C 亚的一杆狙把这边压了，那没什么效果。现在就是靠他一杆狙在打。对，这边换狙对了，那这边压力。艾比来了，这边要强。哎，这原是什么鬼？再说。也不是光拿草。那我操，这个黑好。他就是靠着一个小锤加一个新英雄强控，直接进来吃人。对，我们输在小锤和 DJ 上。这个没办法，咱们这个，我们输在小锤。咱们这个 T 是帮咱们帮忙的。不是，他记不住，这不是他的问题。嗯。对面是开了新英雄那个锁血，然后锤妹加攻锤妹，那明显那个比我们多呀，还用问吗？这把刀是隐患，这把刀是隐患。那这个阵容选择上天使加锤妹，这边就打的大招流啊，对吧？你看就很简单，就打大招流。这黄一山。哎，但是人家对面就带个天使，他从头到尾就带个天使。今天有大招流，跟你说了大招流。人家练得好，带个天使也。当这边浪费了太多的资源到天使到法基身上的时候，就没有用了。这边还拿了个半藏，哎，这一定要拿麦克雷了。这个法基处理不了。可以起法。七六可以，把法基吃了。一定要集火锤妹。这把刀，把刀没砍什么东西。他应该能守。Nice， 锤妹能守下来。哇！那我们这边实在不行也可以去法基的，其实。哎，这法基死了是刚才给天使拉起来的。对，这先手掉了三，对面已经掉了这么多人，天使怎么还能给拉起来？这门加劲儿，门加劲儿伤害太高了。门加劲儿伤害太高了。那输出打得太慢了，要清那个锤妹太难。这个一毫，这个一丢的不对啊，他怎么能给对面丢一呢？还行。我换人了，把这个一毫换了。嗯，打不了。换点耳朵吧，换点耳朵，那六个人。不是点我知道。然后下个图感觉职位分配跟点耳朵一样。打国王大道吧，我感觉要试试地锤，我感觉放狗。哎，不，多吃放狗吧，这个放狗要多练练。
不不，我现在看感觉就一点配合都没有，就虽然是才出现的。那我感觉就不如打国王大道。这个原谅你的大锤还可以。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去吧。哦，那我不说话了。哎，没事，你可以说话，你说一下选什么图。教练。那个，我们选一下图，我先换一下人啊，然后选一下图，然后还有一个，我们刚才有在上面讨论一下，就是西亚和艾迪两个人不要同时打 C， 你懂吧？就是一会儿孙狗来，你们就是交叉一下，你们有点重那个什么？哎，要能选两个黑百合多好！可以国王大道吗？可以，是打国王大道。再把国王大道了。把俩耳朵那六个人换上来。我选六个全妹怎么这样说？换人了，换人了。开玩笑。啊，职位分配的话，还是和尼尔托一样的，就这个是谁在讲话？教练。教练在讲话。哦，你好。啊。就那打那什么吧，打。打光打到您看那个，我觉得你们跑的起来打太犹豫了，那个吊人之后一个点的波就可以直接去打他们，就他们在二楼就三个人好像，然后那波就也没有人过去啊，就一个人都没过去。没事，你说在对面黑百合就回来了。你说在第一个点吗？对，然后他那个逼换了个黑百合，然后回来再。孙狗回来了吧？孙狗打不打？从他死到换英雄，再一直再到那个高点，就那么长的时间，就我们也没抓那个。这边就三个人。哎，我还没法狙，那法机一直在泡我，好烦。哎，专打副奶的吗？就打副奶的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会打正，你会打副。我可以打副。谁？你看，小洛，你打好你的安娜，你打好你的安娜。我副也可以，我可以副，我可以。不是，你们先选个图吧，先选个图吧。哎，我怎么被换下去了？啊？国王大道。我说上要你耳朵六个人。啊？你先换回第一把那个阵容。职位分配，你们看枪位的话，国王大道嘛，国王大道就再打一把。Saber， 你先别说话。那个刚刚卡尔说什么？还有回音啊！有人开公众吗？没了，现在没了。嗯。那再讲。接着说。交换他没声音了。职位分队的话，目前决定还是跟尼尔托一样，就有问题和原谅他打坦克。哦，这什么声音？不是，目前来看，虽然我们是踩主线，但是就看先行 DIVA 这一块有点弱。哦，我先行。哎，不是，最怎么说呢？最基本的协同就没看得见。我可以打大。王大大，大锤盲妹还是强势一点。就然后，哎，你又上来了，这是谁？把喷塔换上去，把喷塔换。啊，换谁啊？你不要听他们换谁都不知道，就不要动。因为刚到最后坦克都不讲话。那你们不要就劣势了，虽然就处于劣势，但还是沟通交流，要是还是要有的。对啊，我们刚最后阿罗比斯 A 点，那没办法，他是新英雄加一个锁血，然后锤妹天使加攻进来就单吃点你坦克，这个天使保不住的，然后天使也没及时逃走，然后就跟奥利莎一起死了。啊 ，B 点是我感觉是 C 的选择，感觉就爆发性伤害不太够，就虽然说后面有激活，但是关键那个锤妹还在场上。前面不急，我是换半藏，我是不知道法机有大招，我想开 E 把他直接给秒了。他秒掉之后，天使就站在那里把他拉起来了。我集火了天使。我感觉法机狂鼠最后续点的时候效果会不会好一点？不过这也没办法，那个东西因为他们有巴蒂斯特那个人开了个那个就那个手血了。
对对对。然后那天使就站着不动，把他拉起来了。我打他一枪，他不掉血。没有，这个就是现在这个 meta 新的 meta， 就是他直接丢一个，然后天使直接拉。就站着不动拉着，就他配天使其实还蛮棘手的。对哦，他直接拉这样子，然后只要他们有一个D.Va，D.Va只要用矩阵罩着他那个防护网，天使绝对可以拉得起来，100%。我去上方打一把大虫吗？你不是说你不打的话？就是你们刚才阿洛比斯进攻B点还有另一个思路。我只是问一下。他们吃正面或者就消耗正面，然后原石趁机找机会上安娜，他们正面就断了。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正面保住，那个奥尼莎、迪瓦，他们中肯定有一个至少会死。原是给他个护甲，然后就也不求把安娜杀死，就是去骚扰就行了。对，那波我的最左边放龙那波，其实希望很大的。就我就在我就我一个人在左边，我出去也死，不出去也得死。我感觉那个龙大到两个，中那阵容星星跳确实感觉杀不死了，就他即使安娜站在左边，然后他们人全部站在正面，他就也是能回去就马上就保下来了。教练，那我刚刚有啥问题？就是换的，就刚才是整体，刚才安娜那。你们可以试着这样，你们把对面的那个战线拉得长一点，就不让他们就站在一起，把它拉长一点，想办法把它拉长一点，哪怕拖着也行。你怎么拉嘛？但是你阿鲁比斯跳过去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杀不死就不行，就往后撤，就不停的往上打呗，就打向回来，打向回来。打消耗，我刚才也是说，星星稍微跳到，我知道你是去跳安娜，但是就跳了一两回，知道跳不死了之后，其实你可以就跳在奥利莎那个盾那个里面一点点，或者就奥利莎盾外面，就你那个电能隔断电的，你就跟他打消耗，这样安娜也能嗯支持。教练，那个刚刚就是我们是安娜带上锤妹。那你这样子星星直接跳进他盾里面，锤妹根本没办法跟上去，那是不是锤妹要换成另外一个符？锤妹不是，锤妹站的位置不是，就是安娜和坦克之间就行。然后对面的打法是，对面的锤妹永远是，就刚才直布罗陀嘛，直布罗陀你阿尔托都是，他们锤妹是全程围绕着安娜来打的。但是这样虽然安娜不会死，但是前排他们前排掉的也挺快的。他们前排会打的话很难死，主要是阿鲁比斯我们星星是直接去，就他是目标很明确，他是直接去跳安娜，这个是安娜站的位置太深，然后还有奥林莎的盾，这个安娜然后我和安娜肯定是买不到的。那可以跳在盾前面，他们还有带哪一个奶？他们还有带巴基斯特吧？他还是小锤加安娜，还有巴基斯特。那准备打吧，准备打巴蒂斯特吧。人家那个天使也是很厉害的。那就准备打吧。对吧，他们你先开吧，先开吧。本来综合实力就比我们强。你们即使处于劣势，这个沟通交流就一定还是要有的，就爆点。屁哦，都说。孙狗回来没有？孙狗在不在？孙狗在。孙狗，那我把你和西亚换一下。他跟我换吗？前面天使是小姐姐吗？不是，是个男的。是不是小姐 姐？啊，我连上不拉。这有什么关系吗？或者是直勾勾的？或者是刚才谁说孙狗和谁换？就是枪位，你们决定，你是让谁来打枪位？啊，我听不见你们说啥，谁在说话 ？VV， 你干嘛？现在对你两个谁都是枪位比较擅长。我刚刚在下面的。我知道，我说你现在跟你们决定枪位谁来打？那个，对，我们两个长枪位重了，就是西亚和我先跟那个 VVV 换吧。枪位给孙狗打，就是孙狗不是打枪位给 AD 打，对，
就是给 Eddie， 前卫给 Eddie 或者 C 呀，两个人如果都是对，就是你们两个人就不要同时打 C， 你懂吗？你们俩就是一个人打，然后另让另外就是 Serenity 和孙狗两个人也是可以打 Flex C 的，另外一个 C 让他们俩打，就是你们俩不要同时打 C， 因为你们俩都是打长枪的，就撞号了。那你们这把想 Eddie 打 C，Eddie 打 C。然后我先问一把好不好？我刚刚那这样，Serenity 你打那个弹道类，然后 ID 打枪，然后 C 亚去，啊不对，这样也不行。我去补。C 亚的 Diva 也是可以的吧？可以打个 Diva。我可以打 Diva， 可以。我打 Diva。哪个是 Diva？ 谁？孙狗是 I'm happy， I'm happy， I'm happy。哦，还那我们谁打富奶？富奶，那我也打富奶。我到底打什么、啊？先定下来，孙狗，你打一下富奶吧，行吧？让 C 亚打一下 D 瓦，或者打附 T 之类的，就这样。DJ 很垃圾啊！我也可以打富奶，孙狗，你拿和尚，你拿和尚，你可以跟鲤鱼换一下，也可以。你拿和尚，孙狗，不再让鲤鱼打，再让鲤鱼打一下 C， 再让鲤鱼打一下 C， 也行，让鲤鱼打 C。啊，定下来 ，C 亚打副坦 ，C 亚打副坦 ，Happy 打副坦，你们赶紧。然后 ID 枪位 ，Serenity 是单道。好，连双坦就一定不要太脱节，前后相互关照一下，然后就双坦沟通一定要有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然后场上就 Serenity 指挥啊，然后我们闭麦了。闭麦了。Ready for battle？ 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们有能留下吗？那压压 C 亚这么厉害还不留下？不是 C 亚，我意思就是能把他留下吗？那我刚刚咱们是一个双向选择嘛，咱们就是你懂吧？人家虽然强，咱们觉得人家强，那咱们也得表现的好，人家才愿意留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，这都是双向选择。我感觉可以，他这个他挺有想法的，感觉你要不让他做指挥得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刚刚有做错啥吗？哦，没有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？因为我还蛮在意我刚刚到底有做什么。没有、那个、没有，你没有问题，你没有问题，就是抗压能力，你得。就是在跟 Mask， 对，你得再跟 Mask 搞一下。我可以打副奶。然后今天是确实是让 C 亚多打一打，因为他今天是来去试训的，咱们都不了解，所以就尽量不要把他换进去，咱们都让他打一打，好吧？能拉群呀，微信群怎么没拉呢？对，他是试训的。打完先，不急，先不急。然后我们下去去听，我要去录一下他们的对比语音，你们先讨论，然后告诉我就行。好，没意思啊，后面元素后面一定是什么前面可以吃前面吃换黑影吗？估计想打 combo 之类的 EMP 技术刀，他本来拿了什么？本来拿了半张有爆头了。过来，你要说话，你要说话。你往后去被抓了，你说话。我还能砸个瓶子。我没多少饭。没事，我吸。回头。没事，不着急，兄弟。没事，在楼上没技能。这打不过的。拍得好。没事，在后面，不让他刷了。哎，我的，哎，没有必要。那光头毛没有跑了，追不上，可以。是下波他们接不了的。接不了，有接不了。没有 EMP 的。接不了。对面肯定有技术刀，对面肯定有技术刀。不是我得。不要再这样搅，不要那样搅。他们可以先推我的。准备往后撤，他有技术刀。没帮上。
走。哎，我Enemy in my sights. Get back in the pipe. 安娜伊斯右边。Огонь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. 我们原是一丝血治疗。Much better. Move up at my position. 安娜那倒是死了，被我砸死了。哎，真的，不然可以 combo 一波。Hold on, 没对，往前走。对，到谁帮到谁帮到谁，大蛇死了，跟着往前走，往前还拿，也是杀了，那是，然后跟我那个激素给我，激素流给我，他是残阳堂，最上面位置，哎，你在哪？蒙面王的右手边，原是北面是右面 ，nice。锤妹左边一丝，锤妹掉了，大师砸了，吸刀可以吸刀，死了，我在门后边呢，他死了，哎，好兄弟，真好兄弟啊，我直接爱了这安娜。他让我下路有狙，但没伤害。嗯，我打的留双盾，毛妹留双盾，记得。有狙。在哪里？或者我直接交奶，无所谓。他们一丝血，我在右边。大锤右边剑苗，没盾。他们前排现在感觉不太行，感觉。狙，换颜色了。原是右边一丝血，一滴血来。Nice. 那个小锤位置好像是固定的。嗯。他那个是3700。有combo的话就他只玩大。他只玩小锤。对啊。其实还是挺有一个短板，你打 combo 的话很好打。面还是还原你班长。他们你班长这次他们坦位没换是吧？没换。打到他们，你阿尔托好。阿尔托他们也是大锤加毛妹。都连阿尔托是因为那个有的时候奥利莎的盾挡不住大锤的大。ready for battle。 啊，一个是他们接不住 combo， 第二个他们好像除了狙和铁拳以外其他英雄的枪都差了点意思。嗯，半藏原氏也是同样的东西。他们没有细节抗暴的，他们锤妹撞大锤拍那种都没有，就而且他们上把拉的就很开，他们那个安娜站在很后面，那时候奶不到人的。我把球挂给袁氏，让他刷刀。他们就观察嘛，他们要前排落单了就吃他们落单了。有半藏，没看到黑百合。黑百合，给罩子。他随意谁可以吃？别！我撤点，砸一瓶。半藏右边，半藏右边，保了，忙了，保了。回家就是他。哎呀，输了，半藏右边。Nice。我去吃个血包，你。插猪奶。主 T 小心点，主 T 小心点。别配，回来，来我们这边，来我这边。没断了，金属锤。快，先往后退，大锤给大锤，大锤小心。退到安娜能奶的那个门那儿。快走，不要了，能走的人可能赶紧走，走，不然就从后面出来了，来。
没罩子给你了。走走走走，别打别打，十个人都不要打。哎，他们前排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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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人等人。注意狙注意狙，最左边最左边。哎，这干嘛？没，我怕他有人 pick 呢。去左边。你就打不了，不打不打不打。还有视野的，刚好上让了。我们有 combo 吧？有没有？我快要到了。啊，快活的。去高去抓高了。哎，右边。奶奶。我。你奶呀，你没大呀。我有，你看你刚才有，往前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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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是在右边。极速给极速给我极速给我极速给我极速。你放了放了。继续了又。给我在天上我在天上。哎，右边人多，靠东门妹在右边。我可以吸，可以吸，可以哦，可以赢了，赢了。靠东门妹在左边，在左边，左边。去右边杀一下，帮一下。我们这毛病，安娜真的牛逼，这个狙射了他两次。王妹在后面，那个锤妹在后面吗？不，大壮能看到我吗？看到你，我在你后面。等一下，我在我。什么吸个大锤？不好杀的，不好杀的。可以。还有他不举盾。锤妹，大锤小心，大锤先擦。我知道，我回不动，回不动。班长，我来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到后面。700盾、600盾、500，没，走，快走，给极速大锤可以。掉一个，给大锤，极速，给大锤，极速。大锤，一路发一双了。上了。管中面。狙在侧面，在上面，狙在后面，狙在后面。哎呦，我操！我去！哦，我的，牛逼！这个有点后面抓去，抓他，他又挂狗走边了。走了。哎呦，我操！绝对，小心有开有吸。哦 ，no！ 狙在哪里？狙在底下。我要没动了，给大学技术，快！大锤一次！有 combo， 放了，狙在右边，毛妹一次，狙在右边。哎呦我操，我的！哎呦，那么准吗？有 combo， 这个狙。能打吗？可以打，打不了，可以打吗？哦呦，有！妈的，他拍了！那一直没管。哎，你们集合一下。别 pick， 高能量，快点！两个都在搞底。一次血，就在路上，别在他队。就在哪？别在赌他，在海边。小心！大锤！过来拍！轮塔，别怕！等下，大锤。走了，没大锤，走了。就打康普，就打康普。我上。他们家狙有点火的，我好麻烦。Nice， 真的火兄弟，看到了。按到上面。What the fuck， 这这边。别往后撤！给我技术！
哎，是是是是是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有龙，有龙有放，放了放了。小锤，右边，慢走，这他妈射到我了，凭啥呀？哎，哥们，我是你吗？这是聊了。后面，我刚技术给毛那个宝他，我的天，他死了，我操！我留给他们基础刀，他们正面。我打先手，我没有先手。一次选。大锤一次，原是在楼上，哎 ，reloading， fuck， 走了，还有技术刀，这刀先，我挂给他挂一双，我这个给他挂一双，我不挂前排了，我挂原始。技术刀对面，他们有吸，一直没放过。没有技术刀。Okay, 我有龙。你们可以先技术刀，我再不打不了了。可以打。要我吸吗？不用，赢了。别去，有视野的，我也不去。那我靠，刚才球没挂上我。随便吸两个，最好脆皮。保留双盾，他没有吸，他没有进。搬到搬到窗户，谁吸的？Nice。我觉得还是要李牛牛啊，让阵容我已经很满，这辅助这边那个和尚，你那个 C 位你要注意奶，你不能老让那个安娜奶 C 位，他太费神了。然后你那个激活你要爆一下，你都没怎么爆你的那个医生。啥孩子啊，这个最后就算他一个人了，砍了俩之后被大锤拍。哎，我被他激聊了，我不激聊那个车跟百分百 get 下来了。我感觉不应该把他。啊，现在2-2是吧？试一波就不行。我觉得真的还是得，是他们锤妹这个点。还有比赛吗？还是说？是啊，他锤妹，我刚从忙妹戳他，就跟戳儿子一样。就还是他们在大锤盲妹这一块的差，然后他们辅助是固定死的。哎，好像还有啊。C 要打盲妹打得凶的话，他们对面就顶不住了。啊，无论是技术刀还是最后一把，没办法呀，跟锤妹就在面前装逼。他队友都死光了，他还在那里轮，我操！3800锤妹上路是这样子的。他没有防御技能。什么3800锤妹啊？他光去干嘛？玩 trick 啊，就对面那个。我的妈！怎么还有我？热城铁拳，因为他们的大夫打得比我们好。你们谁会玩铁拳去玩？想想，他们大夫打得比我们好。他们大夫打得好。对他们大夫打会比我们地推，就是大夫打得比我们好很多。他们大夫不是打得好，是因为他们大夫有铁拳，会玩铁拳，会玩铁拳，我能把他们那打独家门杀。我他妈玩不明白那玩意儿。各自。他们打大夫双坦配合比我们好一些。然后全是灵活机动 C 起法机，我觉得可能铁拳肯定会有，但是我觉得法机他们那个狙也挺准的。其实可以最后一把，然后闭麦了。那不是说有人上厕所吗？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上厕所那个好像没上场。场什么？我想打麦也可以。打个锤锤哦，闪光法器啊。不上场了就不要说话了。拜拜。嗯。VV 上去啊。麦克雷的话，我想一想，麦克雷你面对的铁拳一个。我觉得花园这张图还不错。
扎一个对面可能的法器，然后他们很有可能打四 C。你们可以，你们可以带个法器天使，这样大夫的锤不着，或者是拿麦克雷和小锤两个双控去扛扛他们的两个。麦克雷，你是跟两个奶在一起的吧？你这个这张图肯定能，但是。你们可以拿法器打一下大夫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或者是就是拿麦克雷加那个小锤双控顶他们的双控。那、我觉得，我觉得这张图很可能会取法器。你们拿一杆枪，然后我可以打裂空，也可以打法器。可以可以，裂空法器这样好一点，这样锤不着。我法器不太行的呀。打劈呢？哎，这样的话，阿吉还是让我、来个天使，来个天使。双飞，他们双飞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打正面，你们打，我就去吸引他们火力。天使死了，右边的空。哎，去去去，求求求求！天使小心，保佑天使，保佑天使。原始，左边左边左边，换血一丝。没奶没奶没奶，天使一丝，天使那个一丝，法器一丝，法器一丝，过来打。法器一丝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先进点，给你就一个球，来来来，来来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就一个球。他们单 C， 没奶吗？谁小心？他 C 返场了，我还在等着。法器转弯，我在垫法器。不理机了，不理机了，不理机了，半血。天使，天使，天使。啊，两个狗，哎、我被他妈的。我的麦克雷吧，我觉得第一把第一波应该赢的。第一波在雪豹那有点犹豫了，其实当时法器还没返场。我不要拼。对啊，天使直接死的。我太卡了，我太卡了，我太卡了。哎，别别别别破壳。等一下，我去打右边。嗯？啊 ？What the？ 哎，为什么我天使奶不过你 DJ 啊？嗯，这样我们输在一手这个天使上，确实不太擅长。没有没有，第一波一个天使直接被我后两个法器也是惨，就没有。打得凶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两个机肯定打。一波其实是我们赢了，我们有三个人，对面就一个球。我机甲120血，我以为我会有奶，我就在那等一等了。这星星已经进点了呀，也不算犹豫了。这样这样，对面是法器裂空原始锤妹，他躲得很深，你们要不先踩点？我已经在三陪那个法器了，就稍微地面清的快一点。找最弱的，你看对面，觉得对面哪个菜，你们去，有五个人切他一个。他那个锤妹躲得很阴，我觉得你们先踩点比较好，就等着他们出来。我觉得围着我打吧，他们会带我的。这种训练赛也不用考虑阵容，就觉得他哪个菜，先把他的菜也杀了。哎，我觉得你们这开始了，先去。我点个点周围先去踩点，你现在目标确定不了了，来一个天上飞的。我找好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看我能不能把这法器秒了。一个地方也来了。一万一，可以的。这贴士有拉，不是一万一。还有拉，拉有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全部回去，全部回去。星星，星星来波配合，我扔核爆的一瞬间你就开大跳进去啊！走，看我核大扔过去，你跟着一起跳。好，能拍一个是一个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哎我。漂亮漂亮。我伤害这么高啊！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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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前面了，前面这。去天使圈的，这样的回讲。
我走走走走走走，先一直死，下一位。我觉得这个图基本就是等等等等，周一峰，别过去快点，等不了，我碰，三，二，你们不急，我碰，我碰了，上面天使，我屏障开满了，下去。对吧？对面法器只是玩气的吧？玩气的。我觉得麦克雷没有输出，他没法打出对面三个 C， 就一人摸他一下，麦克雷就没。不是说奶不能不能奶回来的问题，就每个人碰他一下他都死。哪圆吧，就对着打嘛，就不要，就也我们也可以起法器啊，就两边静下这种打呀。你要不要起三辅加毛妹？不会球，看见球了，实在不行单起法。我来毛妹，我在国服玩他妈单起法玩多了，因为断机晕球。哎，这个阵容不太行吧？没打回去，放回去三辅。三辅拿和全妹 ，Matthew before 全妹 ，Matthew before 啊。你要我打什么？三辅。对不住啊，你待会儿辅助的阵容。那我们这不 EMP 过去杀谁啊？杀呀！我也好像也是哦。这个速度右边。喂。后面有事，九 A 了，九，我在开屏上。全妹，我在打中单，不能打全妹的，碰不到他们，摸不到。不是能摸到呀，我们三个 T M 摸不到全妹吗？我说我摸不到。妹就在你面前。退，先退，退。这赔不了法器，我们就三个 T M。地下秒不掉人就白给了，因为小仙原始刀你们现在接不住，你们没有辅助技能接，没有盾的，然后还有控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去陪法，我陪法机去了啊，我在陪法机啊，法机，我在打，我在打。走了，出来，小龙技能被出来，在我脸上，我整个锯出来。小心一下，对面 DPS 大招了。我可以黑。法器没到了，法器没到了。我尽量黑那个元素。我单狙可以单狙闪光，其实。别单狙球，单狙球，球抓起来比闪光难多了。我刚拉转一番，前面。我后点等元素。吹着右边 flag， 元素元素拔刀。哎。我这天进鸟了，黑了元素，哎，差一点。没事，我们下波有 EMP 的，一个个交一个吧，就交一个看我。这元素很搞笑。陈妹给我奶一下，看他。哎，别，去不去帮一下三宝？哎，一时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上吗？准备黑了，真的黑了。你们走。法器掉了，天使必拉，天使必拉他。黑了，球黑了，天使没了，天使没了。哎，他们这波不想打了，气人。你只要两个是吧？还有 EMP， 还有 Rally、hey. EMP 我们去秒谁啊？能秒天使吗？你能大到 EMP 吗？ EMP 能大天使吗？天使或者烈光能不能大天使？大天使就秒天使，没得飞。你 counter， 等他们跳，等他们跳我 EMP， 等他们进来打。好，接右边。哎，救、哎、我！后面飞空。毛妹，哎。
准备黑了，准备黑了，准备黑了，我没了。哎，无语。这是全力杀太慢了。完了完了，我先死了。对啊。我要狗点吗？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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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给给！我可以继续，我可以继续。啊！不开大狗点。开到了，开到了。啊！我去下路。啊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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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人集合一下。激素谁呢？低保也可以。你别激素我，激素星星，就无脑激素星星，星星去上陪那原氏，那原氏没有天使签。他哦行，不是原氏拔过刀了，无所谓。对对对。作为天使百分百拉他呀，他比拉皮拉法极强呀。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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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球黑了。我又被弄了。雪包。不是我他妈玩了一把毛妹就三金了，怎么说？不是说拿牌子说问题吧？你这个阵容你肯定是要打输出的。你要那么说的话，在把他们对面把点上来之前，我还金牌输出呢，我肯定不能这样讲。操，这最佳真的妈丑，不懂的意思。You made the right decision. 我真的我第一次觉得好难为我。你们现在要看地图分析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现在就打完了就直接分析。小乐，你要是你不是十一点要下线吗？你可以你可以先走。嗯，没有，我还没断网。或者是对，或者是你等到你那个自然断网，好吧，咱们说一下。完了，我退取频道，我发给那样，然后那样。